是韩国一个首尔的豪宅区，所以就是说哥哥住豪宅区，或是弟妹住地少的意思，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那种我们刚刚赛。那我们电波小王，我们来示范一下，希望大家能够用气场和道念句的话，好不好？到上个月都是对，上个月大师代表你没有机会住地少。好，大家再来一遍。好，来示范一下，来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。